将军部队行进海防，先兵进攻，修线了路。是林冠秀不如不给一线明天修线了路讲，这些是工业专建线兵修无了路。是林部员三七中一心将队地中英雄，严于命令关于万年东地火塞厌恶变心，故高是林冠秀心感有万年火塞厌爱心烟，请命是林无主世界建筑冠秀定名为你俩火塞命请变，只有千年是林东地火塞天所在土地为神，将心为好。现在一些方言无助疾苦乃至天书不能语文，何况一些是您必定的菩萨莫定受记。佛祖观世音菩萨若你爱说有善男子善女人，若发广大之心救度一切众生者，若修无上菩提者，若出离三界者，是诸人定见地藏形象及无明者，自心归依，及以中华以福不悔忧戚，永永奖励，是善男子定殊完殊行，应无障碍。佛祖观世音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，若求现在以来一千万的因缘，一千万的因数，感动皈依奖励，永永赞叹地藏菩萨形象，如是所愿所求，悉皆成就。复愿地藏菩萨故大慈悲，永永无碍，是人于水网中即得菩萨无定成就。佛祖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善男子善女人，有大乘经典清心定欲发不思议心，若哭若伤众无念处，教师念书选择选蒙动听念佛不能不相，是善男子定用修业中未得消除共大乘经典无合相性，如是之人闻地藏菩萨名，见地藏菩萨相，故以本心恭敬敬拜，建立莲花以福本心，一切观故供养菩萨，以净水一转，敬第一一家安菩萨前，成就合掌仙佛，回向向南，立立靠时，自心应用，福至具足，是我心修养。下雨蒙雨亦助杀害，一七日亦三七日，是善男子善女人为水万中故见地藏菩萨现无变心，有时离处受灌顶水，其人蒙达积极聪明，定时应变，一念离开即动应机，见不动是一句一句。佛祖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诸人定意识不足有假怪怪，极度疲积，极度欲衰，家庭不安，惯常混杂，各处兴事都来魔心，世人之间都有颠簸，如是人定闻地藏名，见地藏形，自心融合，莲花万变，此处不如意事将将消灭，积极安乐，以心弘业，乃至四万中世界安乐。佛祖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，一因自修，一因共修，一因生死，一因救世，立三因中过大苦海，乃至大罪，亦经讲到，是先当念地藏菩萨名发愿，所回土地
微信为好，平时自我因果安乐，乃至同可乐信主，一切毒害不能顺治。不过观世音菩萨是地藏菩萨，无量无边如来因缘，若信故，自众生见闻利益等事，一切业中说不能治。是故观世音故以心力流布是经，令三国世界众生一千万劫因此安乐。彼时世尊离说已观，我观地藏为心力，经何三劫说难尽，见闻讲力一念间，利益人间无量事。若男若女若良心不精，应当对恶道，自心为力大慈心，寿命专精不罪足，孝心无了恩爱者，彼之恩情在何处？兄弟姊妹一自亲，成就以来大不幸，结束结为大慈心，依然讲理不讲孝，三智的中两义名，菩萨当前不见力，是以灌输思想界，相对各处是出离，要因提示初心，即个无定受信地，若是互相无理者，乃至出离三界苦，先依法大悲心，先动将理来实相，一切诸观速成就，因无业障应者止，由人不修两因缘，若堕分别。巧遇难，虽然习惯不属于传不传亡的贵姓，所以有业障业报，无待信心不灵地，用用地藏以上化，以何应识主观故，以尽罪安排事情，以也求福气，发问用心是魔心，就要下言与妄意，三千年来不杀害。自心思量大思明，即如梦中见无边，觉海遍地离群觅，定是应教明女门，千万心中念不忘。彼时大事不思议，念处思念也初会，贫穷众生一切变，家劫用水灌上去，睡梦之中是不安，有家乖归母亲随。自信将你的地藏相，一切恶事皆消灭，只有梦中尽得安，意识弘扬是归何？若于山林的毒害，毒恶天性一恶灵，恶事恶鬼变恶风，一切自然自苦恼。但当将你的供养，地藏菩萨大慈祥，不是山林大海中，定是诸恶皆消灭。观音自心听我说，地藏无尽不思议，一切万劫说不清，公孙大师如是力。地藏名利引用文，乃至现象讲理者，用花衣服饮食方，用用一千寿命乐。若令依处未发界，必见成佛超前处。是故观音入洞衣，破故。天杀诸佛破，足对人天品第十三。你是世尊古今十会，由无地藏菩萨摩诃萨经，离足是缘。地藏地藏，汝自心力不可思议，汝自慈悲不可思议，汝自智慧不可思议，汝自辩才不可思议。正是是风如何赞叹酸酸，如其不思如此，千万要不明得知。地藏地藏，地无尽力，在对天中有一千万劫，不可算不可算，一切诸佛菩萨天龙八部大会之中，在以人天诸众生定，离出三界在一有假故作无物，无论是诸众生对恶处中，一日一夜，故恐惊乱，
无不干净阿弥陀佛，动作千万不见无有出奇。地藏是南阳菩提众生智性无量，是恶者多，众法前生殊无积聚，若无妄言量量尽量，依时之故，我闻是行，必千亿化多，随以闻是行多不止。地藏，我今闻困以千年众，护众无路，未来之世，若有天人及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无不不忠，正孝贤君，一模一点，一杀一定，累道业，用何时人？将书无相，不应退息。佛处地藏，未来世中，若天若人，虽一不灭，若在恶处，应对处中，亦是闻修。是诸众生，若有两念一佛念，一菩萨念，一句一偈，大乘妙解。是诸众生，汝以是力方便救法，有是力所现无边心，为摧毁他，天明成天，修行妙乐。以是世尊，以说其法，现在以来天明众。我见昏昏故着路，依大心通方便多，不应对在诸恶处。你是地藏菩萨摩诃萨阿弥合掌灭佛言：世尊，唯愿世尊不以为汝。未来世中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有无法中一念恭敬，我也一切方便。多发是因，故善书中速结害法，故复文殊善书量量修行，自然有无上道，应不退转。实时不时，会中有一菩萨言于空中，别佛言：世尊，我自知如意，闻汝如来赞叹地藏菩萨威神势力，不可思议。未来世中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乃至一切天良，闻此经典及地藏名利，亦将内经上及归众福利，唯愿世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生，若说之，不过虚空作菩萨。谛听，谛听，我当为汝分别说之。若未来世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见地藏经上，及闻此经，乃至读诵，用化金身，依福殿宝，布施供养，赞叹赞美，及二十八种业，一者天良无量，二者善果增，三者即善上因，四者菩提不退，五者依识方丈。六者节业不廉，七者利罪业灾，八者无道长业，九者灵验天劫，十者神鬼坐持，十一者怒战人心，十二者为王神怒，十三者关节上好，十四者道心天上，十五者极为帝王，十六者速地命通，十七者有求太长，十八者观想烦恼，十九者诸行相灭，二十者业道应读，二十一者气处自通，二十二者夜晚安乐，二十三者先王无苦，二十四者速福实现，二十五者诸善赞叹，二十六者聪明如君，二十七者了除人心，二十八者必尽幸福。复处依空中菩萨，若现在而来，天阳鬼神闻地藏名，灭地藏影，亦闻地藏本愿是影，赞叹接彼第七种名业：一者速巧性地，二者恶业消灭，三者
自骨互灵，四只互体不退，五只精壮无力，六只寿命大康，七只必定受骨。你是十方一切如来，不可算不可算诸佛如来，即大菩萨天龙八部，闻释迦牟尼佛，乾隆赞叹地藏菩萨大威势力，不可思议，叹彼净土，时时如来天，无无量莲花，千亿自应，供养释迦牟尼佛，及地藏菩萨意。一切诸佛故何者灭？合掌一切。地藏菩萨本愿因缘下赞：地藏本是教量净因，量尘净法是净心，今世方大圣，福利无穷，不定不连生。南无上主十方经。南无上主十方经，南无上主十方经。
地藏本是高量净音，量禅音阿是渐生，今世方大圣，福利无穷，决定不连生。南无上主十方经，南无上主十方经，南无上主十方经。地藏赞，地藏菩萨妙难论，化现金融处处分，三途六道闻妙法，四圣十类莫自问，明珠照贴天堂路，金色金开地甲云，雷驾千音莫接应，九年大梵灭诸尊。南无九华山救命世界大慈大悲地藏王菩萨，南无地藏王菩萨。回向记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不净土，上布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佛祖普讲，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久处从政，求生求死了不可得，得夜晚恶鬼乃至家亲，亦有险道，亦到夜梅用鬼神游，日月岁深转复妄财，民中叫苦参差不落者，此皆是业道轮回，必定轻担，亦难下修，亦不得如男女相干，不便细数。但当对诸佛菩萨上情，高声转读此经一遍，亦出。